肖妈祖嫩格卡要追女神，也要假爸爸。在奉天宫前，妈祖还没来，整条街盘共共。烹煮着一道又一道的美味料理，阿萨里要让信徒假门惊。手头挖贵也是霸掌，要吃多少有多少，假个霸假个送，民众一口接着一口。吃饱饭，还有饭后水果跟饮料，看是要凤梨、番茄还是香蕉，酸梅汁还是凤梨汁，要矿泉水也 OK， 让你尽猜价。很有善心啊，因为是妈祖的朋友，所以一路上都很棒。大家都很热心，那沿路都会准备。另外一边，热心摊位忙着备料，期待接驾的心砰砰跳，也要让大家假爸爸。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去供应。好，如果车不够，其实再加追的话都是 OK 的。然后让大家吃到差不多没有人，我们就开始收。够吗？够，一定够。台干妈绕境第三天，预计24号下午会抵达嘉义县，今天晚上也将住驾新港奉天宫。为了迎接妈祖，现场聚集50间以上免费摊位，要让民众吃饱吃好，有体力跟着女神继续跑。华视新闻陈建邦、陈信仁、蔡孟俊嘉义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